乡亲啊，大甲妈回銮进入到彰化县的园林市区，真侪民众排队要来软桥卡，因都是闹热气茶。有一个已经天门床听一年外慢性病患，嘛是要祈求妈祖来保庇，让伊早日好起来。这个病医个专工，把伊的呼吸治疗的仪器甲搬落来，让伊当当面来参拜着大甲妈。沿路拢是炮声，大家卖新桥回銮的过程，进入彰化园林，真侪乡亲摆香牌，当面软桥卡，个人摆香案跪伫路边，甲妈祖祈求平安。替妈祖开路的36执事队，派各种的兵器分双兵进行，因头一摆来到一间以慢性病照护为主的病院，由境束缚。好，真个病患真欢喜，医护人员特别将呼吸器甲搬落来楼卡，好，这个慢性病患者会当当面甲妈祖祈福。他是长期在用呼吸器的慢性的病人，哎，然后给他一个愿望，来看大家妈。啊，希望身体健康啦，吼。治疗师甲病患双手合十，甲妈祖祈求健康甲平安。医护嘛讲，只要对病患有帮助，各种办法拢会使试看卖。对我们那个长期的慢性病，多少会有一种心理的治疗作用。医护人员很辛苦了哈，啊，最重要，他们每年呢陪大家嘛，闹症也很多。我们的医疗组哦，就是都是这些医院的护士。未来医生嘛跟妈祖的神轿行一段路，祈求病患再一天恢复健康。新桥继续行来到一间汾酒公司，业者准备1000个福袋啊，顶面有印吉祥如意的字，内底有底10元银角，予大家拢会当保平安。不过现场的信众，大家收钱要摕，煞钱钱做一伙，场面有淡薄仔混乱。加在经过工作人员的排解佮协助，才有这信众乖乖啊配合排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杂志》哦。